Zombie Apocalypse。大家好，我是小米，今天来介绍一款令人醒思珍惜的游戏，再见 Once Again， 由 RB Wolf Design 开发兼发行，于2022年10月3日上架 Steam， 售价138 NT， 共有540篇极度好评，并且有试玩版可下载。如果让你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你最想见到谁？一个百无聊赖的暑假，少年小夏吹熄生日蜡烛后，竟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他穿越时空，见到自己这辈子最想见却从未见过的人。在那个时空里，小夏除了与他相遇相伴，也向他学习摄影技巧，将错失的时光定格成一正正照片。究竟是哪一个他让小夏流连忘返？小夏和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再见是再次遇见还是再也不见？唯有亲自参与这趟旅程才会知晓最后的结局。再见非常荣幸能邀请到著名创作天后陈绮贞为我们的预告片和游戏结尾配音，她总是一把吉他，一把动人嗓音，哼唱出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曲。她的歌声里唱过离别、深爱、相逢的故事，这一次她也用同样动人的声线为你讲述再见的故事，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弥补生命的遗憾。最感人的游戏再见。如果能穿越时空，你最想留住什么？为什么会想要来到这个年代？这类的游戏的话，赶紧手刀加到愿望清单中。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帮我按赞并且订阅，你的鼓励与支持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如果你有想说或者想补充的，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